长总统他说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，你觉得他要拿什么来解决？哦，昨天我也去参加国庆嘛，国庆的典礼，我看他说要在理性平等、哦、相互尊重的条件下，与北京当局要展开一个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台海的争议的方法。我在想说，奇怪，这不是我平常在做的事吗？可做做就变成什么槟榔啦、芭乐啦。所以啊，算了，那他们做都只要他们做的都可以，我们做都不行，所以他们那个嘛，绿能你不能嘛。